来还是会脚踏实地的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吧，就是把训练和学习抓好。怎么充电啊？回去睡觉啊。单打其实，这一次整体的这种对抗还是非常强。有的时候自己领先一松，然后再想去找回那种感觉，可能就是会总感觉差一点吧。所以还是要求，要从头到尾都得完全专注在比赛上。